要拿这里吗？然后那你这里吗？我们先把它后面的负重增加。真的是那种健身房的那种杠片哎，天哪！你可以放一片试看看。好，直接小心哦、喔。要卷吗？就直接放这一根放上去。好，这一根。好，我放手喽。好，你放手。哇塞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可以的。我要放进去。我可以的。喂。喂。哦，我这超痛的，我已经流汗了，天哪！我们身上有几支麦，楼上几支，然后还有阿咪老师那边几支乐器。对，哦，有多少的？有几个收音，就到这里。谁的麦调大调小，全部都在这边弄出来的。然后音乐什么，他们都要对，所以像八爪鱼一样。所以当你们在彩排的时候，其实会有这么多人在。你说他们的手是这样子建模？对。对他们会很辛苦，说现在是谁讲话，给谁给谁，他一直换，或是你们有谁咳嗽，谁的麦先收起来。哇，好厉害！那这个只会有一个人在这边控吗？会有两到三个，因为人很多。那当然还有楼上的硬体合作单位 PA 啊，他们打 PA 大哥也是。也是一个要角，在一个对毕竟他们只有一个人控也太麻烦了，因为他的手多吗？他多吗？他是夜店 DJ 是不是？要一直推，现在准备上去彩排了。好，彩排。那我要带蓝蓝，蓝蓝。我们现在带蓝蓝找他的手，我的摇臂师，手臂的师傅，翔哥在这里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是我们三立电视台第一把交椅，真的假的？别动，别动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？你叫翔哥，那我有什么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注意的地方，因为它蛮重的，然后会蛮吃力的，很吃力哦，蛮吃力。任务大家就尽量学，真的不行就是你可以知道它的逻辑跟原理，你只要认真学就好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要 open 的镜头给你。噔噔噔，然后我就在开始摇了。如果你有把握，我们尽力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先练习。好，所以要小心。好，谢谢导播。那我们等下再验收。OK。好紧张，谢谢导播。我今天就跟着你了，翔哥。OK。交给我。啊，你吃饱了吗？我吃饱了。吃饱了。那我要怎么摇这个东西？我们先把它升起来。先把它升起来。先把它升起来。它现在是负重在前面。对。所以它现在很重，是完全起不来的。我是要拿这里吗？那你我们先把它后面的负重增加。真的是那种健身房的那种杠片哎，天哪！你可以放一片试看看。好，直接小心哦。要卷吗？就直接放这一根放上去。好，这一根。好，我放手喽。你放手。哇塞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可以的。我要放进去。我可以的。喂。喂。哦。我这超痛的，我已经流汗了，天哪！现在这样就可以起来了，真的吗？这样手勾一下，它就起来了。哇！那我们先让它出来。哦，它挂在那个架子上面。是。那这是 PGA。那我在摇的时候，我要看 monitor 还是看前面那个？看这个。看这个。对。好。然后我跟你讲一下它的构造。好。它这边，这是它的摇杆。对。它摇杆可以控制前面机头上下左右。对。那你看它萤幕，我现在往右，它会往右拍；然后往左，它会往左拍。所以我这手就不能放掉，然后我另外一手要在这里。是。好难哦。所以我这样转，除了这样转之外，你看啊，你拍我的 monitor， 你拍我的 monitor。对。你看我 monitor， 我还可以控制这个哎。哇，好好玩哦！